上年失婚的黎瑞恩，看来现在生活都不错啊。除了有好朋友郑英兰陪她之外，还有阿女傍手，家庭乐感噃。不过都有隐忧的，只不是小恩子的胰脏瘤咯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胰脏有什么用，其实胰脏是用来分泌消化液，用身体血液激素。胰脏有问题啊，真是可大可小的。好像苹果教主 Steve Jobs 和我们熟悉的罗慧娟都是因为胰脏癌过身的。不过小恩子的胰脏良性瘤就未必有那么严重了，他还跟我们说找到方法自救，就是辟谷了。现在会定期上辟谷班。辟谷即是断食，不吃固体食物一段长时间。他们相信这段时间身体会趁机排出长期累积的毒素，令身体机能可以休息，从而自动修补身体上的问题。理论上来说就是能医百病，不过这些都是理论来的，未有科学根据，所以大家试之前要想清楚啊。